说，那怎么还睁眼睛呢？我说白马虎，那怎么还穿这呢？我怎么也不想给口气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吵一架，好久没吵了，切磋一下。你确定？放马过来。你刚才喊什么喊？你没看到我在涂口红吗？万一涂到了脸上怎么办？你来真的？你信不信我拿英语骂你？就你还会用英语？好了没有？Good morning, teacher. Say the police. 拜托死人放。Always put on the。你竟然放了！来呀！哎呦我的妈！分手吧！啊？为什么？你耳背。什么？你耳背。我不配。嗯、啊。小的时候追我的人多了去了，我眼瞎了哥哥你。你看我说什么你都听不清。你还嫌我不年轻？我比你小3岁，难不成你还想找一个比你小10岁的？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？你才10岁要呢！你这样真的很可怕。你还想做我爸？你犯了罪了你！这日子没法过。你终于知道自己错了。早知道自己错不就没事了吗？你以为就知道撒泼？你还想请我吃火锅？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楼下那家穿鞋不去。小心点啊！你才小心眼呢！哎呦我的妈！你一天天穿这都是什么鬼、嗯、啊？上面穿那么厚，下面不知道穿条裤子吗？大冬天你露给谁看？还有你的头，揉成什么样子不知道洗一下子吗？你说完了没？我告诉你，你别一天到晚跟我嫌弃这嫌弃那的。你现在分不清楚什么形式了是不是？我们女的现在只要有一口气在，她躺在地上都能嫁得出去。像我这样活蹦乱跳的，一撒手就没，你敢不敢试试？不敢试就赶紧把嘴给我闭上，知道错了没？李华喜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是想让你打光光，那是分分钟的事情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老公，现在不是上班时间吗？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我不干了，我把老板辞了。嗯，怎么回事啊？今天不发工资吗？老板说给你打卡，我说卡在我媳妇儿了，你直接给我拿现金多方便呢。然后呢？然后他给我拿了100块钱一打的，我直接我就甩到脸上了。那不是你有毛病吧？有钱你不要？那不骗人吗？人民币什么时候出100的了？不最大面值是20吗？你说的呀？哎呦我的妈！到手了。你不牛逼吗？你那牛逼劲儿呢？一天天呜呜喳喳的，你不高冷吗？邀谁洗衣做饭呢？看看这是什么？还牛逼吗？